爸爸和哥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你那么辛苦，我不要那些股份，我只要爸爸和哥哥。 那是我7岁生日的愿望，我希望有人能够在我无助的时候守护我，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身边，对抗世界上所有或明或暗的敌意。我发现我小时候的生日愿望实现了。